那就不去了噻。你还凶是不是？被老子弄死一个狗。杨林、赵雪，听到名字后请前往服务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一点雨欣。那今天的这一程，我们去新疆喀什。你尴不尴尬？有点，久了没拍，有点尴尬。这个才叫不容易啊！这个是重庆的爬坡上坎，我还提个箱子，没得办法的。走。十号线。到机场了，还是蛮快的。你说你把它收好，我没有。那你好啷个办？凉拌，那就不去了噻。你还凶是不是？你狗日，老子弄死你个狗！你是不是还凶？我们现在找自主托运行李的地方，但是这一排机器全关了的，还得人工。第一次坐晚上10点起飞的。你好，准备出发了，这个扶梯车已经走了。我们现在已经上飞机了，然后先到乌鲁木齐，要飞4个小时左右，是凌晨1点钟的。小面包，要了一杯可乐。这只猪已经开始吃了。还要等这个检查人员上来检查一下，分批下。下飞机了，还是坐摆渡车。大家打开绿色箭头。我们到乌鲁木齐了，但是现在的话我们就不出去，因为我们早上7点钟直接飞喀什，现在已经凌晨2点了，再等4个小时就在这儿。乌鲁木齐机场啊，现在2点多钟，还是这么多人。我们决定呢，就在这偌大的机场找一地儿，然后先将就睡2小时。在我们从这个硬板凳区，要去一个皮沙发区，那里很安逸。我跟你说啊，从等飞机的地方走到了等汽车的地方，嘿嘿，好同步呀。早上5点。我们又开始启程了，去我们的第二次旅程。哎，我眼睛都睁不开啊，睡了一会儿，好困啊！这一晚上的，又是凌晨啊，天没亮又要起啊。哎，早上的凌晨4点5点钟，好多人啊！杨大哥在那儿排队，我们被开箱了，说是那个电脑不能带。又得重新过一次。乌鲁木齐这边查的好严啊，真的。然后现在杨大哥给全部所有电池翻出来，每一块电池打开看。6点钟准备登机了，好困呀、啊！我想早一点登机，我要睡。好多去喀什的。登机了，我们是哪个位置？39排。上了飞机就睡吗？还是先吃了再睡啊？要嗨起来，睡啥子哦？睡什么？吃快了，星球。海航的，一杯早餐咖啡。一个海南米粉，长城短没得选，才吃完不到2分钟，又睡了。给你是个精神，欢迎来到喀什。到喀什了，到喀什了，好开心呀、啊！可能昨天晚上睡得比较好吧，在家喝了一杯咖啡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你看又叫我名字了。听到名字后请前往。为啥要叫我们的名字呢？要在这里领纪念品。王小璐、杨林、赵雪。听到名字后请前往服务台。你当时入境的城市是哪个？珠海。好，行李到了。就刚刚的话，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之前有澳门旅游史，所以呢现在呢就是再重新登记一下信息就可以了。嘿嘿，走起。我们现在从喀什的机场出来了。喀什机场真不大，机场大巴都要15块钱一个人。我们怎么走啊？我们打车噻。打车会不会打出100块钱来哟、哦？感受一把喀什的这个出租车服务，也不知道这个起步价呀啥啥的。这边喀什的这个起步价是8块钱。现在我们起步价就8块，成功的。
三公里就八块。对，三公里八块。啊。超过呢？超过三公里一会儿。啊。一公里一块五。一公里一块五，那还便宜。啊、超过六公里一会儿嘛，白天的话。啊。一公里两块两毛五。哦。你会算了吗？我也不会。这感觉像到国外一样，听不懂啊。30块钱。是啥？机场打到这里，打了一个通城，才30块钱。我们来太早了，在这儿坐着等一会儿，还没收拾出来呢。母猴子在给公猴子找狮子。哎，感觉可以，你看，这下边还有地毯，干干净净的。这阿姨刚收出来的。主要是大，你看这地儿的话多宽敞，哎，装不嘞？收拾收拾，我们去逛一下喀什吧。多少钱？哦，这个酒店是120多，丽景酒店的，喀什丽景酒店。哦，不是上次你给我在内蒙订的洲际了呀？不是。